我这两年一直非常希望能有作品出来，不是说我要做到多少，就起码让大家知道这个欧华除了比赛的时候，他因为什么事情让大家又认识了一下。我非常希望有一个作品，不管是音乐上还是影视上，所以这两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。所以左耳为什么那么拼命的去做这个事儿呢？就我想证明自己。很多人大家都说你，一个选秀歌手，他能做什么呢？他能演戏，他唱歌能唱到好到哪儿去？就会有很多这方面比较负面的，不是说负面，就比较质疑，会有这方面的质疑。那我刚才说到，我真的很要强，我不喜欢别人这样质疑我。就一旦有质疑的时候，我就会想拼命的去努力去做好自己，去证明。包括现在电影放完之后，大家会觉得说，其实很多人没有说欧华你演的有多好，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演的有多么的好，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台词或者一些细节的东西，我也觉得有进步的空间。但是大家看到说，哎，这小伙子进步了，他比以前好一些了，那我就很欣慰，我就很开心，这个是我想要的。那压力大的时候，其实是因为片没上的时候，我也很有压力，我怕。这方面会有担心，我怕没做好这个事儿，我也怕很多舆论说我好演得跟屎一样，这些把这个东西毁了，我也很紧张。但这个东西可能需要去调节吧。男人不能没有压力，男人必须得有压力。那快男这个事儿呢，是我公司的人，以前上班的公司跟我说有这么一个比赛可以去试一下。那我做什么准备呢？我所有跳舞唱 rap 那些，我是在快男舞台上面现学的，现学现卖。我之前并没有，我之前就唱一些大城小爱那些歌曲， R&B 的情歌那些。那我觉得要做什么准备没有，我就报了我这个人平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，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就去了。后来慢慢的开始觉得说，哇，我很弱，要比唱功我比得过谁呢？我为什么不多丰富一些？因为我也喜欢那些东西，我虽然说以前没有那么多唱，但我也会喜欢跟朋友去交流这些唱 rap 的东西。就以前是很少，就是到快男舞台那边开始放大了。其实那我开始去学，多开始写词，以前从来不写词，都是别人写了我唱，开始写词，开始学跳舞，开始在歌曲上面给意见，就是这样的。拿第二名也很嗨啊。没想到拿第一名吗？真没有，我觉得我的能力不到第一名。说实话，我的能力不能到第一名，我也不希望，我没有这个能，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情况下，我去拿个第一名，我也不希望。当然，我觉得会有一些喜欢我的人希望这样做，但我自己。他们有人就是说过说很希望就是能成为冠军之类，但我觉得其实没有这个必要，我已经比到最后一场了。其实最开心的是那个比赛结束了，我可以放松了。那个时候自己也喜欢唱歌嘛，觉得这个聚光灯下那么多人为你欢呼为你鼓掌，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儿，而且你的爱好可以成为你的工作，很幸福的一件事儿。那个时候底下我不是粉丝，是我自己的朋友工作人员那些说鼓掌那些，我觉得有一天我能站在那样的舞台上面，就我自己的粉丝，那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现在当然现在达到这个愿望，但那个时候没有嘛，就很渴望。有苦说不出那种，因为张亮，我觉得张亮挺男人的，其实，他不是那种很多东西他会表现出来，他很多东西都是默默自己承受，所有人都在怪他骂他的时候，他也知道错了。可是你说这个事儿真的是怪他吗？其实，他没有真的是直接性的，所以他也很心疼，他第一次真正爱上一个女孩，真正的去。懂得了爱，一个人对他这么好，他我觉得他心里当时是痛到不行那种，可是他有苦说不出，别人都不理解他，他只能自己默默承受。他会掉眼泪，他掉完可能马上擦掉那种，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一面。
我觉得每一个男孩都会希望遇到这样的一个女孩，她又长得漂亮，她性格又那么好，她所有人她都不屑不屌，她只对你一见钟情，对你付出一切，那么的爱你，又有女人的一面，又有女孩的一面，也就篱笆了。你感情真的很聪明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你不觉得吗？我其实也不是说吹牛，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其实是属于别人追我那种，以前，你不太相信是吗？没有没有，再丑的人也有人追好吗？他总有说喜欢遇到合适的，我那时候是这样。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不是那种能说出什么大道理的人，就他们就是生活中会觉得让我觉得很快乐的成长嘛，健康的家庭加成长。那我觉得我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种性格，我会是因为父母即使他们会过得比较辛苦比较艰苦，那这一点会让我觉得其实作为儿子应该让他们过得开心过得幸福，起码比以前要更好一些。就是一整年工作完，这两年工作一直在工作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自己可以在北京没有关系，租房子或者是没有车我觉得都没关系，但是一定要给父母在福建买一套房子，让老人家有一种归属感，因为我觉得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，比任何人都重要。